见面面青山作屏障，笑乱世恐慌，江湖游侠一丝害怕惶惶，满腹过往。原来你昨夜出现在惊雷阁，就是为了掩护青洛。即便我不出现，你也不会揭穿，不是吗？岳阳君和青洛可真是好算计啊，还利用你们两个引我的人入瓮。哎，我可不是诱饵，我哥要是知道你勾结修罗门还胆敢绑架我，是定不会饶了你的。所以你们就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？啊，你们该不会以为我就准备了这么点人手吧？人多了不起啊，和谁不会叫人似的。青衡，青衡怎么会和你们联手？自然是老夫受命玉阳君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了青衡世子。说，修罗门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我齐寒天就算技不如人，也绝不会与邪门歪道为伍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世子且慢。老夫受玉阳君所托，前来告知世子，与修罗门有所勾结的，乃是惊雷国的上官桀。世子，玉清洛突然加入惊雷国，必有猫腻。以玉阳君的傲气，他根本就不屑于用离间计。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玉阳君此番参加比赛，是想邀我一起对付上官桀。世子英明。上官瑾，你勾结修罗门制造障碍，无视比赛规则，借助外力，已然失去了参赛资格。若你现在乖乖束手就擒，我给你体面，留你个全尸。断剑在我手中，看你们谁敢轻举妄动。上官瑾，今日你若是敢动断羽雀一根羽毛，你和你的人绝不会活着离开此地。好啊，有楠楠给我陪葬，我想黄泉路上也不会太孤单。上官瑾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罢休？很简单，让我跟叶修都打一场，若他胜，我便把段羽雀送给你们，且自动退出四国大赛。若是我胜，封苍国主动弃权，且你叶修都对天立誓，此生不能娶青洛为妻。这什么破规则呀，凭什么拿我青洛姐姐做赌注？我上官瑾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可以，来吧。叶修独，放心吧，我绝不会输。别误会，千万别手软，杀了他。如你所愿。
官瑾原来最擅长的武器是弓箭。这个上官瑾不可小觑，叶修独此战不会轻松。看来他之前一直在刻意隐藏自己的实力。看来你们叶家的绝命剑法也不过如此，难怪当年的叶王会命丧于我父王之手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还不知道啊，真是可悲。7年前四国大赛冠军虽然是天宇国，但将你父亲射杀马下的却是我们上官家的金头剑。顺便再奉送你一个秘密，当年联手修罗门给封苍国下毒的也是我的父亲。杜雨宸，
儿子在您灵位前立誓，今后定会日夜研习绝命剑法，继承您的遗志，保护家人，守卫边疆，捍卫叶家的荣耀。七年后定会再战四国大赛，夺回本该属于叶家的荣耀。七年前战死，我便发誓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。如今你伤我孩子，扰我妻子，辱我父王，这些账今日一并与你清算。让你见识一下绝命剑法的威力。我说过定会亲手取你性命，我即便是死，要多着玉清能给我陪葬。给我收了你这畜生！没事吧？君王，你个卑鄙小人！等等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你才是楠楠的亲生父亲，也是这个天底下唯一可以救楠楠性命的人。不相信？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青洛呀，但是救楠楠的代价就是你的性命。青洛，现在还不是灰心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拿下决赛，拿到神农一点下策，说不定里面也会有解毒之法。相信我，我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会救回楠楠的。
第一轮比赛正式结束。惊雷国、流云国两国淘汰出局，封仓国、天宇国两国携手进入决赛。晴洛，我有两个好消息告诉你。第一个，楠楠有救了。上官瑾骗了你，我一拍墨弦连夜打探，这世上的断羽雀虽然稀少，但绝不止一只。真的？这百鸟集上清楚地记载着，断羽雀总是成对出现，有雌必有雄，而且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习性，便是耗饮白叶草上的晨露，而醉梦城旁边的梦山顶峰，便是白叶草生长之地。你没骗我。玉阳君的伤无大碍，只需休息一宿便可。如无他事，老夫先告退了。等等，司徒大人，你可知楠楠中的是何毒？天下第一奇毒断羽红，想必玉阳君自是有所耳闻。本来此毒只需断羽雀的血液便可解，可惜……司徒大人，你只需告诉我还有没有其他的解毒之法便可。确实还有以血换血的办法，不过要求的条件极为苛刻，必须是中毒者的男性至亲血液方才有效。但是救楠楠的代价就是你的性命。太好了。晴洛，明日一早，我们便出发前往孟山。好，还有一件好事呢。多亏上官瑾那一剑，我的记忆彻底的恢复了。耳环不对称，可就不好看了。我帮你戴上。耳环不对称，可不好看。你真的都想起来了？都想起来了。叶兄，楠楠就靠你了。放心，浩然，我走了之后，暗夜卫就交给你了。大哥放心，我定会抓紧训练他们的。楠楠的药我已经备好，记得按时服用。别担心，我一定照看好楠楠。等你们的好消息。琉璃呢？他刚才还在呢。青洛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启程吧。想什么呢？担心找不到断羽雀？别担心，相信我，
只要在日出前到达孟山即可。谢谢你陪着我和楠楠，有你在身边，我安心多了。楠楠不光是你的孩子，将来也会是你我二人的孩子。青罗，这段时间你压力太大了，如今既然已经有了段雨雀的下落，那么今日我便陪你好好放松一下吧。放心吧，待我们找到段雨雀，楠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都听你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把心愿写上去，我负责帮你实现，你呢负责开心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手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，你拿着。你和楠楠必须平平安安一起回来。放心吧，青罗，我用它教你一套防身剑法。若是我以后不在你身边，你要懂得自己保护好自己。那现在不是由你保护着我了吗？万一你以后被人制住了呢？技多不压身嘛。我家青洛就是冰雪聪明，一学便会。那是，否则怎能入你玉阳君的法眼？相传这红叶代表永恒的爱情，那这棵树就是属于你和我的爱情之树了。好。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？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一命运无常，梦在越沉越不完。明月思念为伊人勉强，就让这眼泪好强，你心事隐藏，人影过后荡，借出时光执手痴狂，纵横过千千万难，却甘愿与你牵绊，悲欢过多少聚散，相依为伴。红尘不放两世欢，这么喜欢听的话，以后我教你啊。我不要，这样以后你就能永远都吹给我听了。小石头，以后你就是专属于我跟叶修读的爱情之石了。给你的三块心愿牌，如今还剩最后一块了。秘密。哎，你看。那颗星星好亮啊。你是织女星，隔着银河的东南方便是牛郎星。啊，那他们应该相距很远吧？即便距离再远，他们也能通过每年乞巧节鹊桥相会。
况且，只要心意相通，遥遥相望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浪漫？嗯，说起来，你我也是在七巧节相遇的。不过，我可不希望我们像牛郎织女星一样，一年见一次可不够啊。我希望你时时刻刻都陪在我身边，只希望我们是天空中紧紧相依的无名星，相互依偎，简单的快乐的度过每一天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东西？我落在房间了。好吧，那明日回封苍阁，你一定亲手给我带上。其实你才是楠楠的亲生父亲，也是这个天底下唯一可以救楠楠性命的人。青露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娘亲，楠楠，你没事了？娘亲，小爷是我的爹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人呢？他们说，爹爹为了救楠楠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还好是做梦，定是启程。叶修多，答应我，千万不能丢下我一个人。你说过要做我一辈子的专属暗夜卫的，绝不能食言啊。琉璃，你鬼鬼祟祟的干。
大哥的性子我是最了解的，他所决定的事没一个人能阻止。况且换作是我，如果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也会义无反顾地保护我的孩子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让大哥大嫂过好每一天吧。青罗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你放心，大哥大嫂一定会没事的。希望佛祖保佑我们顺利找到段雨宸，我们一家三口永不分离。你这么虔诚，佛祖一定会动容的。孟山之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。你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段雨宸。必须这么做。叶兄他，叶修独知道自己是楠楠的父亲了，用换血法救了楠楠，现如今昏迷不醒。大嫂，老朽已经尽力了，还是没能唤醒玉阳君，现如今却余已然用尽，恐怕玉阳君难以熬过今日。请。楠楠不光是你的孩子，将来也会是你我二人的孩子。你把心愿写上去，我负责帮你实现，你呢，负责开心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我叶修独说过，就算拼了性命，我也会救下楠楠。说好是专属我的一天，你就这样离开吗？你说过永远都不会丢下我的，不是要一直守护我吗？你就是这样守护的。你说过我开心你就陪着我开心，我不开心你就逗我开心。宁阳君不是言出必行吗？
你为什么现在不做？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心岂能发荡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一命运如常，梦在月沉圆不完，明月思念为伊人绵长，就让这眼泪好强，铭心是隐藏，人因过后荡，解除时光执手痴狂，纵横过千险算绝途往，情深